大家早上好，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李浩，人称不羁的风。那么今天我带了一份既特殊又十分高难度的绕口令，用粤语来朗诵给大家听。准备好了吗？打南边来了个吃葡萄不到葡萄皮的喇嘛，打北边来了个留恋榴莲甜的哑巴，让旅热热路来的老龙和老龙用黑化肥挥发非法魔法，攞了榴莲牛奶牛角包以接足之之同白白标兵奔不坡跑到委内瑞拉，攞了风花护法术通过广西藏族自治区出租车司机自治组织，到了长着44棵死色柿子树的石狮子子女，走到养着红凤凰、粉凤凰、红粉凤凰、花凤凰以及红鲤鱼与绿鲤鱼与绿的柳奶奶和藕奶奶，送了他们半胆胆和半胆炭那么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，不要随便朗诵这一段绕口令，不然会有生命危险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冲啊！